今天中国十三八妇女节释放是不承认的，你怎么样？你在医院陪你母亲吗？还是后来外面逛逛街？还是在工作？谢谢你还记得我的节日，不是三八节，是女王节。我是你未来的女王哈、哦。我在医院，那个昨天去的西园中医院，今儿又回人民医院了，现在在楼下焦急的等待那个化验报告。昨天老太太有点感冒，这个我可不敢掉以轻心。然后再等验血的结果出来，老太太在楼里面等着呢。今儿我们放假，因为是女同胞，我们的节日，所以都院里都放假了。哎呀，我特别想一个人轻轻松松去逛逛街，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哎呀，可是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，好像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人开开心心的去逛街了。应该这样说，这可能是你的心态有问题才出了问题。遇到至亲人，尤其是你的父亲母亲生病，你反正是我的观点是怎么说啊？英文有什么表达你可就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反正就是，就去做就是了。用我的观点，就你是去做就可以了，不要写，不应该有另外的想法，不应该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到极致，做到好，做到满意称心，这个很累。你这种思维是应该放在你的工作事业上，放在你的婚姻家庭上，找对象方面。忘记问候你妈妈和你阿姨了，他们最近还好吗？不用问候他们，他们是美国。刚才看着跟你说过，西方是不承认这个节日的，他们也不会，他们就这样，说他们好，他们也不怎么好，都是做这把年龄了。我对待他们就不会说白了，就完成任务而已，我不会去特别尽心的、尽力的。我跟你说句实在话。完成任务和尽力两个概念，因为他们不可能陪我一辈子的，懂吗？